关母。丁老大夫，奉公期间，各位姑娘唔系人咧。啊，唔系人？不，我系话唔系常人咁嘅物理。咁系咩物理啊？我行医几十年，从未把过呢种脉噶。咁究竟系咩脉啊？啊，好奇怪。啊，佢个物理，好难描述噶。总之佢唔系人，佢唔系常人咁嘅。咁点先可以医翻好佢咧？唉，佢身体弱成咁，我开啲连皇帝都食唔坏嘅补剂俾佢调补一下，好安全噶。等佢饮完呢啲药之后，等佢点样反应，我再作打算啊。好，我开方啊。有劳。我真心，哎，新姑娘，新姑娘，你想去边度啊？你知唔知你嘅病就快好翻噶啦？只要你休息多啲，知唔知道？好多谢你，令我素不相识，竟然对我咁好。你使乜客气啊？大家都系惜花之人嚟噶嘛，总算系知己啊嘛。嚟，扶翻你人。床先，嗱，我有啲紧要事要出一出去，你好好地休息啦，吓，波婶，波叔执紧药翻嚟噶啦，到时你煎啲药俾新姑娘饮。我知道啦，少爷。引龙，咩事啊？两位官爷，麻烦可唔可以帮我通传一声，我想求见灵王噶。你咩人啊？在下冯少游，人人都称我做花痴噶。混账，你咩身份啊？王爷邀请翻嚟赏花嘅，即系皇孙贵族。你咩资格嚟赏花啊？我知在下一介庶民，但系我对呢朵花真系情有独钟，求你两位通融一下。冇晒你，唔系你，两位官爷，走唔走啊？再唔走，当我盗贼咁捉拿啦！走，走啊！花如果有咩损伤，王爷怪罪落嚟就不得了啦。系。牡丹王，啊！牡丹王，喂，做咩啊？喂，你系咩人啊？牡丹王，喂，你知唔知我想得你好苦啊？走！
晚有上花喜宴啊！马丹王，千祈唔好搞出人命啊！好啦好啦，同我赶佢出去算数啦！马丹王，走！喂，马丹王，行啊！赶佢出去啊！马丹王，佢傻噶！走啊！好行啦！走路！马丹姐姐，我第一定会翻嚟再揾你啊！嘿，思源，你同人打交啊？好睇啊！佢食咗啲药点啊？仲系咁，都冇乜起色嘅。我哋两个真系倒霉。诶，少爷，你点解会受伤噶？我今日一心去灵王府攞翻到牡丹王，结果就俾佢哋打成我咁样。牡丹王，你话牡丹王喺灵王府？系啊。今日灵王府举行咗赏花大会，我要灵王府，我要攞翻朵花。新姑娘，你唔好咁样啦，我就话系花痴啫，估唔到你都咁紧张朵花，何况你咁嘅病情。我病成咁，都系因为朵花。你因为朵花而病？总之一时之间都难以讲得明白。总之见翻朵花，我就会不药而愈，否则我就会命不久矣。原来你只是真正的花痴，哎呀，原来两个都是怪人嚟嘅。我要灵王府，新姑娘，我要攞翻朵花。哎呀，你病成咁，点去灵王府啊？未去到你都出事啦！我要灵王府，我要攞翻朵花。休息啦！我要攞翻朵花，我要灵王府。新姑娘，你放心，为咗你，为咗我自己，我一定要灵王府攞翻嗰朵花翻嚟。少爷，少爷。你小心啲啊！各位各位，无需客气，本王今日采得名花，直指赏花会公诸同袍。呢朵牡丹花简直系美若天仙，对住佢就好似有一位婀娜多姿嘅仙女出现喺你面前一样，简直系人生快事啊！名花配名主。牡丹王仲喺王府里边，当然系上得益彰啦。赏名花，品佳肴，真系赏心乐事啊，王爷。系，仲有对花吟诗赋词，真系风流雅趣啊。讲得好，讲得好。不过咁样，花迷人，酒醉人。当一阵，大家酒甜耳热之际，一定要保持风度，千祈唔好借醉吹花喎。一定，一定，一定。请王爷，呢方牡丹，啊？点解棵牡丹花会咁快凋谢？啊！姐姐，点解我棵牡丹王会咁啫？牡丹王，你唔好死啊！呢个咩人？哦，王爷就系呢个傻仔，佢曾经擅闯后园。你仲好讲，你哋根本就唔识种花。呢朵花今朝仲好娇艳噶，而家俾你搞到半死不活啊！你哋点对得住呢朵举世无双嘅牡丹花？好。我教训下呢个傻仔，同我拉出去打！采花又打人啊！系你哋害死我